哇，直接往中路走。在是。那当时孙颖莎的对手是男子选手。速度跟这个爆发力，其实孙颖莎是不在话下。那力量的展现，其实就是对抗削球手最好的武器。对，但是这个也是一些青年队，然后青年队的话，他们会拉上来来去做支援训，比较没什么，除非真的是一些奥运的计划或亚运的计划。但是现在我的话，差不多。进驻左营训练中心差不多是，而且还有黄金计划在支持。对，开赛虽然说许孝元这边是连拿了四分，不过孙东京奥运的时候，其实孙颖莎也两度碰上韩莹。来看到许孝元的发球，好，哇。加慢动作，反倒是自己被打穿，不转的。哇，这角度够大，再摆回来，前两板还被中路去完全破坏到、哦。对，从你的旋转自己去抽掉。侧上的加段起来，这是白短，哇，扣杀、啊、还有哎呀，聪明，不要只看孙颖莎他拉的质量，把这场比赛的一些转的，我要这个完全的，拉长的，哇，再一次，哎呀，往，哇，又是。算的，不转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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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哇，我这次的。其实在处理球上面还是相当的有经验，双方是13岁的差距。Fault to love。转的，往上抛的一个动作。所以在抛球的时候，手持球的时候有可能会低于台那个球台的水平面。对。教练还是要找个机会看看，去让孙颖莎看看可不可以去让她摆一板哦，对，不然现在让孙颖莎站得太好了，是摆一板了之后，然后找到机会，猜到了，要出界。转的，转的，转的，转的。他好不好攻？他旋转有没有判断出来？然后，如果真的他的站位不行，或者旋转没有这，但是如果在另外一个层面，削球手还有一些进攻。刚才难得是许孝元这边一个直线进攻得分。从为主，而且他不止拉，他不止进攻，他还去选择走
徐孝远最痛苦的重心。赚的，来看一下这个球，球出界了之后到底有多赚。哇，几乎没有什么正常弹跳。对，我们平常在比赛当中看到削球手的优势哦，在这场比赛似乎看不太到。对，也没有太多的时间。徐孝远今年34岁，在大赛当中，其实刚刚也提到，在世锦赛这次的8强是。可以看到徐孝远现在一直在找机会进攻哦。哇，转，不转的。有一个不转的，但是等于你不攻，孙颖莎就攻你了。对，哇，非常非常的转。角度非常大。还有。再讲快点！哇，可惜没有过。足。six。去让孙颖莎不攻击的旋转跟球、哦。是。啊，这个。就是也以嘘声回应，对，其实也有点中断大家观看比赛的情绪。不转的，哇，不转的，一逮到直接。哇，好纯熟。哇，的确，徐孝远在高抛的时候，就像东东老师刚刚讲的，哇，擦边球。反拉，实现了示范。11，这个攻地方。对，所以有一些小球员说，削球怎么打？来看这场就知道，什么叫做破坏重心，什么叫做轻重，什么叫做快慢。这就是轻的，哇！这次你对你自己的了解，因为你要知道说你要很准确的知道你拉这颗球过去是几分转，然后它大概它这样削过来的时候会是几分转，你这样你才有办法去做解读。看这个发球热身，算是模拟赛当中是。孙颖莎就被安排对战了男子削球手，那但是正中二队比较年轻的选手哦，但是打乱一点，然后去逼着孙颖莎去摆一摆，然后自己来进攻，等于孙颖莎可以跟他打到7局落败。其实这个对他来讲，要面对一般女子选手的削球能力的时候再来。被打折，那当然还是绰绰有余的了，赚的，不赚的，赚的，赚的，哇！赚的，哇！直接。我反拉。好球！哇，擦边！哇，终于的强势攻击哦！
不转的。不转的。哇，还有。上面打得飞。左球出界。球的斜线太过强劲，11-7收下了这一局，孙颖莎以局数4-0击败了韩国的徐孝元，收下比赛胜。